驸马私闯禁地，所谓何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没准是我们家驸马走错路了呢。 你这匕首是从哪来的？这匕首自然是驸马不慎遗落的。这匕首上的字，二公主不会不认识吧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也没关系，二公主尽管做出选择就行。怎么办？ 现在多耽误一分，程程就可能会多一分危险，也不知道这个死变态有没有炸我。二公主尽管仔细慢慢的想，反正我们不着急。我才不急呢！不行，我不能拿程程的性命做赌注，娶就娶，为了程程，这不是对爱情的不忠。 恭喜二公主喜添正驸马。玄灵，女皇的到底是谁？如果现在有记忆的话，或许能知道的更多。先想办法出去吧。 你手怎么抖了？抄经抄久了，皇上不必挂心。刚才泡茶时手不抖，现在却抖了。难道是弯不了腰？岂不是坐久了不碍事的？ 近日，这宫中总有异动。你说朕是不是应该敲打敲打那些别有用心之人？连城一介难眷，不敢揣度圣意。朕让你说你就说。萧大人武艺高强，寻常刺客不足为惧。之前在武教场上，你的武功。 倒是让朕印象深刻。皇上过誉了。今日就由你来为朕守夜如何？如此重任，你不愿意？连城派出所疏漏，辜负了皇上的信任。朕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连城接旨。你去哪儿？男女独处都有不妥。
连城去门外守着。皇上，二公主一听闻八公子受伤，立马就答应了和亲一事。皇上若想得到某个人，不必如此煞费苦心，找个由头将他收入后宫不就行了？强权换不来真心，更何况旧情未灭，新情难立。可皇上，您不能忘记您病症的大忌，多情伤身呢。况且他夜探灵幽潭，自有所图，不得不防。你说他为何如此？灵幽潭乃皇宫禁地，他本就觊觎权势，想要探寻也并不奇怪。关键他是为谁打探？他已和墨元龙反目。您是说二公主？二公主的古怪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臣还发现二公主与镇魂珠之间有种莫名的联系，昨日臣看见她靠近镇魂珠，臣既感觉到镇魂珠在异动，也发现他身上突现白光。你怎么现在才说？臣也觉得非常蹊跷，但并无确切证据，只是感觉。若真有此事，说不定对大计或颇为有利。今日他迎娶新驸马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臣明白。你这么一直躲着不去新房也不行啊，你总得过去给驸马一个交代啊。万一驸马要是在皇上面前说三道四，那少不了又挨罚了。烦着呢。二公主。十四，十四，八哥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有没有被皇上逼着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？你倒是快说话呀，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？八哥他。他怎么了？八哥他昨夜去了皇上寝宫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听说皇上还给八哥赐了很多新衣和礼物。是真的吗？他是不是被逼的？应该没有。死墨连城，我为了保护你又娶了一个，你还在宫里跟女皇暧昧，潇洒快活。渣男。禁军统领萧大人前来道贺。恭贺二公主殿下，皇上特赐金锁一对，玉如意一对，祝二公主和驸马早生贵子。谢皇上。金星，我们出去走走。二公主殿下请留步，奉皇上口谕，为确保皇家子嗣绵延，今日二公主务必留宿驸马房中。新房在这边。你对我府内的结构都甚是了解，我先回去换一套性感的衣服怎么了？下官候在屋外，静等二公主殿下。Thank you.
知道，红了吧唧，土了吧唧的，全都给我撤了。今天真是诸事不顺，虽然程程现在是安全了，可是皇上明明知道他闯入了禁地，把他召进寝宫后，不仅没有责罚他，还给了他一些赏赐。小谭，驸马他心思敏锐，想必自有办法脱身的。静心，皇上的心思谁都明白，那是能用一张嘴就能脱身的了吗？那即便如此，驸马他也是逼不得已啊。没错，他是被迫的。我不生气，我一丁点都不生气，这就对了。生气就输了。就算是皇上又是留他手印，又是赏他礼物，那他就不能拒绝一次吗？气死我了！看他回来，我怎么收拾他？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二公主，都给我出去！我在这守身如玉，他在那边给我搞暧昧，他不仁，我不能。我也不能不义啊。不是所有男人都如此。你就这么进来，怕是不合理数吧？一想到可以疏解公主的心烦，就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别走。清心，你干，你回来。你听错了吧？我心情好着呢，没什么事儿需要你疏解的。如此甚好，大婚之夜本就应该尽情享受。虽然你之前救过我，但是我顶多把你当哥们儿，你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今夜云修是留定了。萧大人，皇上体谅八公子守夜辛苦，特赐了一些滋补之品，随后会送到府上。替皇上守夜，谈何辛苦？连城听闻南方突降大雨，一解旱情之困，看来祈福见效，皇恩感愧上苍。而目前宫中风声骤紧，想必这二公主府也需要人打理。八公子是想回去了，连城呢？是怕着府中混乱，有失皇室颜面。皇上已经开口准了，连城多谢皇上成全。其实近日皇上把八公子留在宫中，也是因为二公主府上并不方便，昨天夜里新添了一位驸马。驸马，快回去给驸马请安，二公主才能心安呢。大人放心，既然是公主的决定，连城自然体谅。嗯。父亲，父亲可有听闻昨夜二公主突然奉旨和亲？这次前来和亲的云修，我曾和他对战疆场，他为人狡诈，这次和亲怕是没那么简单。
昨天突然皇上呼我另有深意，静观其变便好。但若这云修真有问题，牵连的可能不止八哥和墨家，甚至可能威胁整个东岳。局势未清，不可鲁莽行事。凤阳虚一探虚实，唯有拿到凭证才会有所行动。如此时刻需倍加小心。父亲放心，凤阳明白。皇上这步棋是制衡之法，还是另有所图呢？末将恭贺二公主迎娶驸马，特备薄礼聊表心意。将军太客气了。驸马怕是征战疆场，随性惯了。既然来了东岳，就要守东岳的规矩，免得日后连累公主。他初来乍到，还不熟悉。不过，这不拘小节的男人，才最有魅力。既如此，这些贺礼不如由末将手下亲自送入驸马房中，按东岳规矩安置，免得日后出错。将军是在意规矩，还是怀疑云秀？末将不过是体谅驸马，怎么反倒成了怀疑？将军的本意是体谅，不过这要是被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人传成觊觎驸马美色，找借口擅闯闺房，这不就坏了吗？末将从不沉迷男色，怎可能？所以更不能有这样的流言啊。驸马的确是才貌绝伦，见者倾心，我也相信将军只是一时失言，绝对不会对驸马有何非分之想。二公主屡屡出言相护，看来是尤为偏爱。末将提醒二公主，日久方见真心，小心痴心错付。此处不是边疆，将军为何仍如此接待云秀？原因你比我清楚。公主还是让末将去送贺礼吧。不过这擅闯男子闺房确有不妥，若是将军真的对云秀有什么疑虑，不如暂且先在我府中住下，要是到时真的发现些什么，想必无论是我还是皇上都不会护短的。既是公主所言，末将恭敬不如从命。那是自然。静心，快安排将军住下。是。末将军，这边请。幸福马啪的一声就把门给推开了，抱着公主就往床上走。这种男人谁能不爱啊？哦，怪不得幸福马比先前两位更讨公主欢心。胆敢妄议家主，要死啊！驸马恕罪，驸马恕罪，小的知错。公主何在？公主在幸福马房中。哎，驸马，怎么？公主说她在正式房内时谁都不许打扰。公子，您觉得会不会啊，公主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你去打探一些消息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好嘞。你今天看起来真美。公主何时学会害羞了？不跟我解释前女友留宿的事，居然还挺理直气壮。跟心上人在一起，哪个女孩不会害羞啊？你想和我说的就只有这个？这句话该我问公主才对。还嘴硬？你已经回来许久，怎么还未向正事情啊？
请安应该在辰时，现在辰时已过，请安反而显得不敬。胡搅蛮缠，纯属借口。怎么，公主想让我第一天就对正驸马不敬吗？哎，你公主，你不必烦恼，毕竟来日方长嘛。驸马所言极是。以后每到辰时，你都要给云秀请安。我们走吧。公主，驸马。公子，公子，之前啊，凤阳将军和郑驸马曾经对峙过一次，将军觉得他很有问题，公主为了平息事端呢，把他安排在咱们府上的客房了。凤阳，八哥，如今局面正是你排挤大哥的下场。你肯在府中住下，定是和我想的一样，此次和亲有蹊跷。那是我要查的事，你不添乱就好。你身为一名女子，很难进入男子的闺房，而我可以帮你。条件呢？告诉我云修的为人。战场中事，岂是男眷能理解得了的？不如一试。云修虽为男子，却因出身显赫而被授予将军衔，长期驻守在东西越边境。去年局势突然紧张，他故意下令从哨卡撤军，你说他为何如此？空城计。局势升级，两军焦灼时，他故意派士兵弹劾，又目的为何？诈降。云修诡计多端，甚至趁夜偷袭，幸亏我军早有准备，方赢得胜局，所以此番和亲绝不单纯。我会找机会搜查他的房间，以寻找线索。一切小心。二公主呢？应在正驸马房里。小人告退。跑寝宫过夜，也让你尝尝我心里的滋味。这样欺欺你，不算过分吧？声音很温柔，藏在回忆的懵懂变得清澈，为何所有不快乐都给了我？一个人吹着风，疯了月光为谁变柔和，黑夜辗转反侧，天亮双眼朦胧，身体为谁而掏空，只需要一句解释，我便会相信你千万次，可你却一句也不肯说，还仿佛在故意气我。空的自我，原来才是你选择。
藏的风格，让我逃离你无底线的掌控。侧驸马擅闯我房，作何解释？不问缘由就贸然出手，难道就是西岳礼仪吗？鬼祟偷摸，难道是东岳男子习性？这大早上的，怎么还打起来了？不过，云修这身手，还挺帅的。公主，你问问他。大早上的擅闯我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昨日冲撞驸马于心难安，今天特为驸马收拾房间作为弥补，可驸马不问缘由就大打出手，一时冲撞了驸马。原来如此，你是想赎罪？那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的嫁妆里不是有好些东西可以让驸马代为效劳的？午膳就云修来指导你做西岳切糕，来弥补之前冲撞的不足。好，加快速度。你和他人走，葡萄干、枸杞都放进去，动作快一点。公主，尝尝这个。哎，这香味荡气回肠，直抵五味。这西岳切糕看起来香甜软糯，色香味俱全，我看简直可以拍戏《舌尖上的西岳》。这荡气回肠能形容香气吗？你看看你，这动作混乱，工序不熟，加上业务差评，我看你已经在被休的边缘了。哼，云修，嗯，被我，啊，你。干嘛？怕公主噎死。你这喂牛啊？公主，公主，我该去给莫将军送午膳了。正好，云修，你把你亲自做的切糕给他送去。好，这不是我做的吗？这是我和公主指导你做的。你。他仿佛对你现在的安排很满意啊。我和云修心意相通，他自然满意。我是说，比起待在这儿，他更想去找凤阳。你别在这跟我东拉西扯的，
锦心，锦心，你干什么？比大小，怕你跟驸马都噎死。醋王打翻了醋坛子，果真是酸得很啊！你，你尝一下。驸马好厨艺，只是凤阳现在不饿。将军竟如此心急。只不过不想劳烦驸马，绝无他意。隔着布呢，这是在告诉我没投毒，表面单纯，背地肯定另有目的。吃吗？嗯。哎，别动，真剩一点东西，我帮你拿下来。公主什么时候喜欢毛发浓密的男子了？啊，你不说，我都忘了。原来爱情真的可以悄悄地改变一个人。嗯。哎。在旁边站着。服侍我们用茶。来，云星，多吃点。橘子，好，我给你吧。我来，我给你吧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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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什么时候改的规矩？测试本来就不应该和我们一个桌上用餐，之前我那是惯坏你了。朝令夕改，难以服众。好啊，那郑驸马觉得如何呀？觉得如何呀？极好，极好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没有异议了。云秀，啊，
些味道，就是好吃。你是不是不饿？不饿，就出去练会儿剑吧。好。我陪你练练。有对手，方见真章。那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。为何不攻？怕伤着你。不必挂怀。你多想了。你是故意让他陪莫凤阳练剑的吗？没有啊。不是让云修侍寝吗？来显院干什么？不急，反正云修不管怎么样都会等我。你这百般气我，到底是为何？就许你流连寝宫，不许我秀秀恩爱啊！我那是受困宫中，身不由己，哪来流连一说啊？身不由己就可以一整夜都待在寝宫，什么都不做，皇上就给你赏赐那么多？所以你是因为这个，才故意气我的？那和云修也都是演的了。我和云修情比金坚，才不是因为这个。不是因为这个，那就是因为皇上给我的赏赐，我没有分你一半。谁稀罕你那些破赏赐？金坚出什么馊主意？不告诉他真相也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待我弄清楚这个云修的心密，再解释也不迟。再者，他吃醋的样子也蛮可爱的。往后看，有人在叹。一场花雨妖娆了四季，风花雪月多时候想起。还记得往事占据着心间有多细，谁辗转心上是不羁。